大家睇到東方咧，亦都有擁躉嘅話，咁啊，至於東方嘅隊長咧，就係譚拔士啦。咁啊，今年啊外援方面咧，就留翻阿譚拔士希福特喺度。呢位咧就係谷巴啦。咁啊，谷巴咧就係新加盟嘅外援。咁啊，過去嘅表現咧係都唔錯啊。咁啊，由於咧係大球場新開啊，都吸引到咧係唔少嘅擁躉係捧場啊。賽事咧係展開咗啦。我哋見到啦，白衫綠褲嘅呢個獨大隊開波咧，即刻搶攻啦！而家見到七號嘅比斯麥咧彈彈過嚟呢邊啊，見到咧谷慈利三啊，咁啊點啦？呢個波咧揾人交喎，咁啊最後唔去得，唯有咧篤翻轉頭啦，咁啊篤翻轉頭咧落咗落去啊！呢個咧廣場優志，好嘢！廣場優志落到底線咧，輕輕咧用個轉面拉細啦，拉翻出嚟啊，俾呢個谷慈利三一彈咧入網。只係上半場咧就係打咗啊四分鐘啫，呢個日本獨賣咧已經憑藉住啦，谷慈利三一個咧係地波先射咧係贏波啊嗱，睇睇啊呢個波啦，一扣扣翻出嚟，谷慈利三又腳一彈，咁呢個波咧希福特咧冇辦法挽救，落一地嚟嘅波已經咧漏咗入網啦，1-0啊獨賣隊咧好快咧已經打開紀錄啦，呢個波亦都咧係有14號嘅。武田修宏喺面门前咧养养呢个希福特，因而咧希福特亦都咧冇办法可以挽救。咁啊，对东方嚟讲咧，喺四分钟输波当然非常之不利啦。咁睇下佢反驳啊点样啦。杨正邦射翻埋呢个波冇力噶，系威胁唔到对方嘅龙门咧系藤川孝行。咁就有4傷嘅日本独卖嘅国脚咧，系因为入选队咧系一场友谊赛啊，去巴拉圭，咁所以咧系冇随队嚟香港咧打作客第一回合嘅赛事噶。咁但系佢哋仍然有啦，系3位巴西嘅外援咧喺前中后三线咧压阵，实力咧系比东方更加好啊。好似呢个艾仙道啦，唔好睇佢咧冇乜头发，佢系第一届咧日本职业联赛嘅最佳神射手啊。当时佢效力咧就唔系独卖，而系6盗6角嘅。嗱，呢个就彭利拿，俾翻后边睇下呢个咧系。艾仙道射呢个波几靓啊！直情可以讲啊，炮弹式嘅劲度同埋角度咧，喺右上角入网2-0啊！呢个艾仙道亦都系涉高嘅外徒啊！咁当年咧，佢由巴西嚟到咧，系日本效力呢个咧6盗6角咧，都系传教呢个涉高咧系穿针引线嘅。哇！呢啲咁嘅高价咧，即系我哋好少喺咧香港大球场见到，除非有外队访港咧，就见到呢啲咁嘅入球啊！呢个就系尼仙奴啊！是獨賣隊的總監嚟噶，亦都是巴西籍的好啦，咁啊下半場嘅賽事咯，咁啊上半場咧攞住兩球啦，呢、這個獨賣，我睇睇。咁啊，因為呢個第一回合賽事仲有第二回合嘅賽事啊，嗱哇，睇睇顏先道啲波幾熟啊，再教翻出嚟，送埋中間又如何咧？咁啊，呢個東方咧只有防守嘅份兒啦。咁睇睇谷治利森呢個波嚟射埋去，守門希福特攞到，跟住又中上嚟嘅艾仙道咧喺窄角度咧想話射，啱啱咧省中東方嘅球員啫。哇！希福特陰功啦，啊搏到大邊都損曬。咁艾仙道話冇啊，呢個波我搏到盡啊，呢個波谷治利森好陰濕啊，輕輕嘅咁樣燙埋啊，燙角噶。哇！你睇下買到你嘅時候咧，呢、這個艾仙道咧一射哦，原來咧應該係希福特咧撲到。艾仙道咧嗱，大家睇睇咧，啊，读埋啲擁躉咧就好有變化嘅，咁啊唔係咧，單一咧打鼓佢有啲人咧有啲比較細嘅啷啷啊咁樣嘅。好啦，呢、這個咧波亦都交得靚啦，武田修宏過咗，再縮埋嚟空門，哎呀冇用啊呢、這個波，艾仙道咧就波咗，冇辦法咧係攞得正，跟住再 check 過嚟，哇陰濕係咪？啊，想話咁樣係凹角喎呢個波，睇到啲希福特企出咗兩步。啊！呢、這個球員咧喺前面咧，今年咧就非常之搶鏡。咁呢位咧莫光棟啦，咁就係呢個東方嘅足主啦，谷慈利三，起翻後邊長谷川步郎。咁跟住呢個波再彈，俾唔俾咧？一個篤篤埋嚟，好嘢！前邊一級，後邊咧成扎人上啊，又係咧艾仙道啊！啊！呢、這個艾仙道咧真係好波。嗱、啊，佢自己交波俾隊友，跟住切翻埋中間，已經3-0咯。梅开二度啊！呢、這个艾仙道啊，打晒咁滞啊！当日啊，佢喺呢个独卖嘅锋线上边咧，成为最活跃嘅一员啦。李斯麦嗱，再睇咧慢镜咁啊，呢个波咧先由咧就系广场优质一弹俾咗咧艾仙道，艾仙道弹翻埋喺面前嗱，咁啊落底线啦，佢即刻李斯麦咧落底线嗱，佢 follow 上第一个特登一漏咗咧，俾佢从后冚上嚟扫把脚咧扫入。构成3-0遥遥领先的局面噶啦，咁啊当时嘅东方睇嚟咧毫无啊系破蛋嘅机会，真真正正问题啦，睇睇呢个独卖咧仲有冇增添纪录嘅啫，压住嚟打啊，整个形势俾对方，哎呀呢个波啱啱咧救到，啊慢慢嚟喎，拖埋嚟中间，诶李斯麦咧唔系呢个艾仙道咧扫入网，但呢一个罩虎嚟。
仍然咧系保持3-0领先嘅局面啫。呢个系乍户啊！嗱，睇睇慢镜，弹过嚟呢边，起伏近出嚟一拍甩晒啊！弹咗过嚟呢边，未出界嘅喎呢个波，睇唔出咧有咩唔对嘅地方喎。咁啊，但系咧球证咧就判乍户一铺。機會咧，俾呢個艾仙道咧就嚴重失言啦！啊，俾斯文嗱，呢個波入唔入咧？哎呀，空曬大門噶啦！好彩咧，呢個啊，陳國輝咧就包抄翻嚟喺門前咧掃翻出嚟，呢個波咪又輸到0-4噶啦！嗱，睇睇呢個波，好嘢喎，扣過曬，唉，空門啦，陳國輝好嘢！